这简单啦、啊。这就上简单啦、啊。婚姻要不要？哦，这我实在上困难的。哦，讲到这一边就乌一边，这个婚姻嘛，你都袂啦。爸爸交过几个女朋友？哦，可能会知吼。这袂使讲的，八个啦。啊，我都有数个呢。哦，八个，八个啦。你讲你人生当中的过客八个尔？八个。啊无呢？啊唔对呢？你不是十九岁甲妈结婚的吗？有你要安怎算八个？你看我。要进国小，进国中就足多个咯啊！国中哦。一届交足多。下面就当要对叫恁老爸，要恁老爸甲对调一个尔。爸妈怎么认识的？谁追谁？好来，一二三。你看到我的面子大。屁呀！真的啦。不是唱歌识知的吗？对啊，要就是看到恁老爸的歌声，要燕子三哥伊看到爱着啊。所以是妈追求你，也是你追求妈？追求我。哪有可能十八人出一间？嘴、啊。我唱歌了之后，伊就甲塞妹的，我甲伊讲了就。去滚啊！无啦，较晚早啊，三个月。哦，三个月去滚，好好。你先讲，我唱的是哪一首歌？什么歌？为何欺骗我？哇！讲你上介爱我，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？爸爸最爱唱的一首歌，我猜晒你啦！一二三，呀，你这个好小金头胖哦！哎，嘿，我的专辑，嘿，伊的专辑，我跟你讲真的哦，来，你唱一下。我在他乡无眠的一暝，手心的温暖拢是你的香味。不错。女儿最让你骄傲的事是什么？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？爱养笑。一二三，无半项。啊？不是我最后卖物件的吗？无半项。哎，去卖物件要创啥物？迄画物件是你，是我的，是我家己教导，甲我的。啊无啊！爸爸最担心女儿的事是什么？这简单啦、啊。一二三。婚姻。要不要？哦，这我实在上困难的。婚姻，你想玩的婚姻，好不好？女儿对爸爸最愧疚的事是什么？哦，一二三。叫伊妈，伊妈咪就是婚姻。哦，讲到这一边就乌一边，这个婚姻嘛，伊都袂啦。要搁咱甲问，搁讲无啦，爸我无啦，无外久尔就甲问西乡咱啦，缀人走啦。啊，你看你有变消息，安尼尔外讲啊。女儿什么状况下最想回娘家？哦，这个简单吧。一二三，婚婚，第二项就是安尼尔。哎、欸。你哪会我讲到这狠心、欸？婚姻的委屈，那个委屈啦、啊，那个是包含啦、啊。啊，搁有无钱嘛？倒来摕安尼。我遐烂啊！早间查，早间查，有听过无？就是安尼来。我即马就是正大光明，欧爷财产希望你紧的啊，财产都在老我。好啦，对。最感谢爸爸什么事？很多呢。当我最受委屈的时候，暗号啦。对啦，就是他会 cover 我。那个叫暗号，连你都叫暗号了。只要他觉得我受委屈，他都会跳出来帮我。多久没跟爸爸说我爱你？哦，很久了。你的好笑。那个进前两天在家里讲我爱你，是要偷钱啊？你知道我爸多偏心吗？我这次要去夜市买东西，去百货公司买东西，然后我就给他偷钱，他就会变脸了，没钱啊什么的。他原先他先给我一万，然后后续我觉得不够，他又补了大概两万给我，然后他给我姐多少五千，先给我两千。哦，他给你两千。你讲你上介爱我。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？还诚恳哦，啊，你袂使骗。好啦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